点那些脱单神助攻。哎，坐过去了。不得不说啊，这是一波完美的神助攻。开拍，同学们，准备拍毕业照了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。放假去了，处对象没？还没好意思呢。我跟你说，老弟，疼得爱的，直接抱不住。是我的，别不好意思抱啊。这是抱吗？这是锁喉，又成一段。这真的是好兄弟呀、啊！大叔，你谁？我是他爸。他爸。哦，不敢看。如果女朋友住20层，那得多少个好兄弟呀、啊？男孩约女孩出来，不敢牵手。试探了好几次，但是我感觉这个女的也在试探，也在慢慢的靠近。哎，有个人来帮忙了，哇！加个微信。中国好闺蜜在线帮助脱单，这样的闺蜜一定要多多益善。闺蜜力气真大哦！只要有个好闺蜜，不怕帅哥不上钩。嫁给我吧！我住20楼，我坐电梯，你走楼梯。你如果比我先到，我就答应你了。哦，他被拒绝了。大哥不屑的眼神。哇、哦，这个操作溜啊！大哥心想，兄弟，我只能帮你这块了，剩下的得靠自己努力了。这大哥一看就是好人呐。我觉得美女要你微信，这当时啥心思？美女遇到心仪的帅哥不敢要微信，结果还是热心的司机师傅帮的忙。面对自己的爱情，一定要勇敢一点。什么时候出租车还有这项服务啊？美女不好意思要，我是3万块钱，我是为了爱情，你这下咋样没有？你这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不敢表白，看看社牛兄弟怎么神助攻的。你主动点不行啊？让我帮你啊！有这样的好兄弟也不错哦。美女，他喜欢你。萌娃帮何老师要消防员的微信。你真给你们老师争面。让这么可爱的小朋友出面要微信，肯定是不会拒绝的。帮闺蜜表白，同学，你好，你的闺蜜让我给你带一句话。你天天喊着要表白，你倒是行动起来呀！不要怕，女生也可以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。兄弟，我姐们喜欢你。我要是有这样给力的闺蜜，我也不至于单身几十年呀。不用你送我，我有同事说不呀。看看给力的同事是怎么帮助脱单的。没关系，后排还能挤挤。一个人。这旁边坐的哪是兄弟啊，明显是月老嘛。小姑娘好漂亮啊。想吃你家一碗羊肉面。嗯，好啊。我是我一发现我自己没带钱呢，我的电话微信也没有钱。啊，那然后呢？那大哥你加我儿子，要他儿子微信转过来好吗？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原来是给自己找儿媳妇来了。这波助攻厉害呀。这种一段一段的看着就让人高兴。快到了，好帅啊，一个眼神就懂了。前一秒摔倒算什么呀，后秒直接装柔弱，好姐妹之间只要一个眼神就懂了。
咋处对象呢？咋不牵手呢？没处，那没处你更得牵呢。有时候爱情就差一句话的事儿，如果把这张冲突纸给捅破了，那就 OK 了。出了事算我的，多大个事儿？签上了，这不也签了吗？这不就看看咱们帮闺蜜脱单，闺蜜在给她使眼色。上去，你上去，你上去，对你趴下来，三二一，趴在上面。哦，小心点，小心。还有这样的？你还不好意思，不是你让我推过来的吗？看我二次助攻，二次助攻，偷偷把他车拿走，锁了，锁在一起，别整了，快点的吧，买单回家了，来，两个车子拉着一起走，我都气了，这不就绑在一起了吗？你怎么会玩啊？让月光摇啊摇啊，来给你俩随的份子，份子钱都随了。回家呀！什么鬼？在车上助攻闺蜜脱单，真的是太甜了。帅哥还挺健谈的。他私聊这男生，不知道摘口罩是不是也很帅？这还不好办，开始助攻。王菲，来一片。好啊。哎，帅哥，你要不要也来一片？谢谢。哇，挺帅哦。你看我这谁，他摘了口罩也很帅。把他出卖了。这不看着了吗？救救我呀！救救我呀！我是。快下车了，终极助攻来了。师傅，这座位咋调啊？就有点顶腿。座位下面有个拉杆。哦，你可以吗？这是终极助攻吗？哦，好的。哎呦，要要要！要不你往这边点。行。那你这边。因为他俩挺配的。你鼻孔都大了。我操！你好香啊。好。玫瑰味儿，喜欢吗？好热。我也好热。为了兄弟的终身大事，整个班级的男生都来了，很头平啊，全都在指点江山。这个女孩都没有想到她在跟一个赢的人谈恋爱。小情侣晚上约会，看看闺蜜跟兄弟是怎么助攻的。听见他们都投来了羡慕的声音啊，好体贴哦。哎，这干啥呢？干嘛呢？哎呦，哇，同行，塞的啥玩意？哎呦喂，我送电影票。送什么？电影票。走。女生的点子还是挺多的啊。收了呀。猜他们送的什么？身份证，身份证。小情侣恋爱还真的是甜蜜啊！晚上还请他吃饭，哪有这样直接拒绝的？看吧，华萍的闺蜜可着急了，赶忙发微信啊，带个外套。